我来这儿只想找一个人，我和这个人曾经经历了许多许多，我们深深爱着对方。这辈子你只能嫁给我，我要你嫁给我，我将这个天下送到你的面前来。我答应你，我一定回来。对于我们的婚约，若是你要矢口否认，你把我们的孩子怎么了？敌人告诉我他在战争中牺牲，我觉得他还活着，在一个我不知道的地方等着。你能不能告诉我当年发生什么事啊？跟他在一起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日子，但是那女生不一样，他对你是没有期限的，口口声声说绝望。我说什么都改变不了我们是仇人而已的事实。